台南县嘉里镇中心国乐团，共有男女团员32人，他们都是国民中小学的音乐老师和爱好国乐的地方人士，由陈长峰担任团长，胡建华指挥。他们预定每个星期集中练习3天。今天第一次的公开演奏，一共演奏了10个曲子，他们的表现获得了在场观赏人士很多的掌声。